饭没？没有都回家吃饭去吧。你说我老伴儿这几天不知道忙些啥，一天到晚不着家。你看，这今天我亲自下的厨，四个菜让我整糊仨。老伴儿干啥去了呢？这是。藏到这儿了，这干啥呀？这是亲，我到家了。哎呦，看看我老公这饭菜做的，哎呀，这边是西红柿炒鸡蛋啊，这边是鸡蛋炒西红柿，这还有一盘烧茄子。你这烧茄子，你拍我干啥呀？你小名不叫烧茄子吗？你才叫烧茄子，我叫蒜茄子。哎呀，亲。啥玩意儿？亲，你等着我刷下牙去啊！你回来，谁说跟你亲了咋的？那你拿出来干啥呢？你不懂，这新生事物，你去吧去吧去吧，你飙去吧你！还我飙？哎，你们大伙知道现在最时尚流行的四大飙是啥不？就是选秀唱歌跑调的，开着导航问道的，没病没灾吃药的，最飙的就是这种。瞅着个手机傻笑的，呵呵呵呵呵。那行了，你别搅和，我这是现场直播呢。哎呀，妈爸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哎呀，二姑娘，快过来过来吃饭。你看，你爸弄了不少菜呢。别，妈。啊，我知道咱们家做的什么菜。啥菜啊？西红柿炒鸡蛋，鸡蛋炒西红柿，还有一盘烧茄子。咋知道的呢？我咋知道的？妈呀，你很时尚啊！啊，在线直播呀，我说。哎呦，你都看着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在线观看的全是街坊邻居啊。是吗？哎，特别要求你们老两口亲一个，啊、对不对？你有那么大岁数，跟你们年轻人似的，还亲一个亲一个。我觉得你啊，不能老直播这个吃饭呢。啊，你这。中午吃饭就得了，你晚上还吃饭，那看的人都吐了。是哈。啊，哎，二姑爷，啊，你给妈出出主意，那妈录点啥好呢？你到小区里边去转悠转悠去啊。啊，哎，你拍点时事新闻。嗯，啊，你看见有人那个乱倒垃圾的，嗯，你别管他，啊，你让他倒，你给他拍下来，然后发网上。二姑爷，这样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这就让大家去谴责他，给他曝光了。哎呀，我明白了。啊，好，我走出家门，放开眼界，对，是吧？我排外边的，快去吧，我去排去啊，快去吧。社区新闻现在开始，亲。现在我们行了，你给他出这主意能行？这就能火了哇？这就。哎呀，我老妈也没啥事儿，她这样她不是充实吗？不是她充实，把我弄空虚了。曹大哥，大哥，进来。大哥，哎呦我，这不李叔吗？李叔，你不卖馒头跑我们家来？哦，我们家买的馒头啊，快快，爸给钱过来。没有，我没叫外卖呀，我没要馒头。大哥，他误会了，肉啊！我跟你说哈，是整个事儿呢哈。啊，这整个事儿就是，我不弄那个小面食店嘛。啊，俺们家那面食店来辽阳工厂岭那俩溜哈。那火的就不用说了，那我听说了。嗯嗯，一进沈阳，他咋就瘪茄子了呢？你当我面别提茄子行吗？啊，对，你叫蒜茄子哈。啊，都啥事儿？你啥意思？我就琢磨着，啊啊，他请个明星，给俺们家人大馒头、大花卷子、嗯、大菜包子、嗯、祖传秘制的大唐山甲子、嗯，给我代言一下子。哎呀，那你这东西就火了。但是他要钱要太多了，你跟他商量，不给钱，那上梁了啊！我说哈，真的哈，你给我那个代言的哈，我就供你一辈子大馒头，行不？这条件就不低了，真的。他不干，为啥呢？非要俺们家祖传那个大唐山甲子，那我供不起他呀。就是啊，现在的啥？嗯，你老伴儿不？我老伴儿，他要是能给我俺们代言一下子。俺家那生意啊，连夜
哎，就请一个呀，明白明白了，您的明白了，找你妈代言好了，那你找我们代言，光给馒头也不行啊。不是，那怎的？你也要俺们家的唐山饺子啊？起码你一个礼拜你得给我们炖不炖包子，对不对？那包子，那我也只能给你竖馅了。哎呦，这能多快！哎，我妈回来了。那个啥，跟我妈商量吧。哎，老伴儿，哎，老伴儿，哎，以后咱家有包子吃了。啊，我看你像个包子。哎呀，不是，妈。李叔找你代言呢，啊，赶紧的，咱这修修妆，咱拍照片啊！哎呀，拍啥呀？拍呀！啊，我还有啥脸拍呀？不要脸呢！我是卖大馒头老李。李叔，卖馒头回家卖去，挺大个男人，咬哪出溜出溜，乱出溜啥？早晚出溜出事儿的，不要脸！嗯，喂，我惹着你了，我知道你整个事儿了。现在你是网上人气提高了，两脚下面就开始飘了。没看你的外形哈，跟我这馒头长得连样，但是你的品质跟他完全就不一样。再见，走了。不是，哎，你看人李叔走了，走了啊啊。他咋走了呢？就你那叔，人家能不走吗？哎呀，我也没说啥呀。你们还得说啥呀？你呀，啊，等会儿，爸，我觉得这不对劲儿啊。妈呀，我不让你出去拍去了吗？你怎么生那么大气呀，啊？怎么的了？哎呀，二姑爷啊，你自己看吧，你呀，啊。怎么的了？这是啊。哎呀，这刚拍的。哎，我大姐夫，赵刚，这不我大姐夫吗？是他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他这是去哪儿了？这个楼好像就是后边那个哦 ，A 座二楼202吗？这不是？哎，这屋是谁家来的？哎，这就是咱辽宁卫视那个著名节目主持人蝈蝈他们家呀。对，就是长得双眼泡皮的小媳妇儿。哎，这怎么大姐夫还有他家钥匙呢？自己开门进屋了。哎，等会儿还有声呢。宝贝儿，我来了。别动啊，乖，千万别动，来亲亲。你们俩听听啊，你说咱们家的姑爷哪能干出这事儿来呀？等会儿，这跟姑爷不姑爷可没关系啊。你说这事儿他就怪了，这怎么就能摊到赵刚子身上呢？啊，你说不是妈啊？这事要是摊在我身上呢，那就不奇怪了呗。我真受不了啊，妈，我得说你两句啊。外表看着花心的人，他不一定不忠厚；看着忠厚的人，他不一定不花心。看出来了吧？我大姐夫那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。行了，以后别拍这玩意儿，不让你出去拍，偏拍，拍闹心了吧？哎呀，我哪想到能拍到这个呀？要知道拍这，我不就不拍了吗？就应该拍。不拍哪知道大姐夫是个狼还是个色狼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咱们老范家呀摊上这样的姑爷子呀。哎妈，又说的不对了啊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一家俩姑爷还能个个都优秀啊？啊，有我一个纯洁的就行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，看见没有，下班时间到了，人家蝈蝈她老公马上下班了，这要堵在屋里头，你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吗？不知道啊。人家名字叫蚂蚱，体工大队的，我跟你说，啪给他踢死！我告诉你，我回来了，看见没有？狼回来了，还是头瘸狼？什么瘸狼啊？不是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让人给踢了？什么让人踢了呀？啊！我从二楼掉下来了。干嘛要跳楼啊你啊？蚂蚱回来了。看看，妈，我让你拍吧，多好的现场啊！你说啊，蚂蚱回来了，把赵刚子和蝈蝈堵在了屋里，赵刚子无路可逃，噌，从楼上跳下去，摔成瘸狼了。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这是装，我可真佩服你哈，你真能装啊！我装啥了？装傻。刚子哥，刚子哥，哎呀，太对不起了。刚哥，哎，你说你让我说什么好？我们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情了。这还追老丈人家秀恩爱来了？哎呦，不是，不要脸呐！
哎呀，怎么不要脸呢？大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误会啊，你看看，有视频为证，自己看，自己看吧。哎呦，我真是能装，俺们看不懂。宝贝儿，我来了，别动啊，乖，千万别动，来，亲亲。这谁拍的呀？这是啊，没头没尾的。不是，大妈，你们是不是被这段视频给误导了？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不今天是周末吗？我们单位有直播，我就把孩子一个人放家里了。但孩子又小，我就不太放心嘛，我就把我们家的钥匙留给刚子哥了。我说刚子哥呀，你要是有空哈、啊，你就帮我去照看照看孩子。结果我们家的孩子逃。就爬到那个窗户外边去了、啊、就站在窗户沿上，你知道吗？眼瞅着就要掉下去了，多危险。是得亏刚子哥到得及时，就把我们家孩子给救下来了，结果刚子哥却摔下去了。就幸亏我们家是二楼。嗯，刚子哥，哎，太谢谢你了、哎、没事，这不应该做的吗？怎么孩子那么小掉下去咋整啊？哎呀，孩子啊，这么说你做的是好事儿啊？你以为我做了啥事儿啊？啊，那妈也以为你做的是好事儿。可不是好事儿吗、啊、但也不知道是谁哈、啊、你说在网上发那么一段视频，没头没尾的，也不说清楚，好多网友也不知道情况啊，就在底下也跟着瞎鼓的。大妈、啊、大妈你说啊，发视频这人缺不缺德？缺德吗？缺德，当然缺德了。那不光缺德，这人还缺心眼呢。我缺大发了，这人不是二吗？二到家了，二百五嘛，五百翻倍了都。哎呀，都怨你呀！怨我啥呀？哎呀，我就说刚子这孩子憨厚老实，他是个好孩子，你非得说他不要脸，是我说的吗？不是你说还是我说的呀？啊，是我说的吗？哎呀呀呀，行了，妈。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一家俩姑爷那品质都是一样的，怎么你就是不信啊？这视频是您拍的呀？啊，您发的。哎呀妈，您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啊，你回头让大米听见了，这可咋整啊？这个可不是吗？你说你到时候怎么跟他解释？放心放心，刚子哥啊，我已经在网上把这事儿跟网友解释清楚了。哦，是吗？而且好多网友知道真相之后都纷纷给你点赞呢。哦，我现在也正视频直播呢。啊，你知道大家哈、啊、特别想见见你啊，你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我不了，我这人我没上过电视。说两句。现在网上就需要你这种正能量，你说两句。我紧张我。啊。哦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正能量啊。哦，不是，我叫钱顺风，我是他妹夫。嗯。大哥，你说，我不说，你说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紧张，我没上过电视。再说这人太多，我不敢说。你这有多少人看了？已经50多了。50多人还没你妈那粉丝多呢。50多人呢，行，那行，都是街坊邻居。哎，等会儿啊，张子哥，哎，把这个带上。带这玩意儿干啥呀？你捯饬捯饬，帅一点，来帅帅的啊！各位网友，现在就是刚子哥在跟大家打招呼啦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啊！我有点紧张。好赖呢，他反正就是只有50个人。等等啊，不是50多个人，啊、是50多万。多少？50多万。50多万，这么多人呐、啊！现在已经快60万了。60万，你对这个数字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我很满意。刚子哥，有好多网友给你提问呢。有网友就问了，说刚子哥救孩子那么危险，你有没有保留啊？没有保留，我当时已经用了洪荒之力了。刚子哥。特别喜欢你，大家都给你送礼物呢。不用，礼物已经很多了，不要再送了。哎，还有很多网友都非常关心你现在伤得怎么样啊？我伤得没什么事，这是很好。哎呀，来，接着来。我叫钱顺风，没有我就没有他啊。他的我的不是那个，我是他岳父。这两个姑娘都是我多少年来呀培养了教育。你别说了，我是他岳母。哎，对，哎呀，他都管我叫妈。哎，对，你踩着我脚呢。哎呀。